你敢会甲迄个贼偷无偷摕着物件，结果走倒转来？因为人讲吼劫财劫色，啊伊无劫到财，所以伊走倒转来，劫我第二次色。搁再讲啊，这厝内面吼上大只的，毋是现金嘛，毋是珠宝，哎，就是我本人。啊你，即要讲话遮轻些创啊，头壳小拍电哦。 啊，我嘛是冷静落来，才知影惊的，无你会当保证，迄个贼头袂阁再倒来。你讲嘛是对啦，啊，无安尼啦，你先困咖啡厅。啊，咖啡厅无眠床啊，是要安怎困啊？我看安尼啦，道歉赔罪吼，甲改成贴身保护你。 就是我的巴迪噶，二十四点钟保护我。你这要求伤过分哦。我会当较委屈，不要紧啦，搬过去跟你做伙困。唔免委屈，你暂时先住饭店。你卖袂记着哦，今仔是你要来甲我核实的哦。 讲啦，阴暗哦，你看老实嘞，好好啊困，莫阁翕一挂互人误会相片，啊，伊说啥物奇怪代志，知无？奇怪呢，明明就应该是查甫人较惊查甫人，是啊，咱两个是颠倒过来啊。我讲我真正有遮尼恐怖。想无的控制代志哦，就是恐怖啦。啊，你哦，就是我想无的控制代志咯，之一。听起来袂歹呢。 也表示我伫你的心肝内最重要的地位。好啦，算你甲我讲话，今仔我就放你煞。好啊，安尼就较紧困啦。那么我就念经哦，互你做安眠曲。哎，别，莫念经，我即马就困。 又过安怎？我想着。 曾爱妮真正足可怜的，卡斯威台相机真正是伊的，卡斯内面真正有伊的相片，嗯，安尼我唔得甲伊留伫世间上最后的纪念，全部拢用抛弃啊！哎，这位小姐，你唔知死人爱甲斑马，想你赶要去投胎哦。我问你哦，你甲这曾爱妮？ 真正跟我熟悉，你哪会像用安尼问啊？其实对我失去法律迄天，哎，就是哦，你我搭便车迄天啊，我看到你哦，甲一个查某鬼，你路中讲话，迄个时阵我阁毋知影这查某鬼的身份是啥物，嘛毋知影你甲有啥物牵连，啊，毋过后来我就知影，这查某鬼真爱你。 即摆想想的哦，参照所有代志哦，拢注定好诶。毋若阮爸出手替伊处理后事，啊，你嘛遮尔关心伊，替伊感觉遗憾、伤心，所以我咧约你，甲伊应该有啥物牵连，你无甲我讲哦。这甲熟识无熟识无关系啦，啊，我是想着吼，我甲伊共款。 阮两个人拢是单身，啊，伊一个人，遮尔少年就发生意外，孤孤单单就离开人世间。我若是想着这哦，我就感觉足艰苦的。